到了，松林波到，好，也可以到鲑鱼馆，好，让我们的台湾国宝鱼樱花不无归。1952年正明成立为这个捕鱼农场，超过3000公尺以上。左边都是我们武林茶庄，也是贩卖部，也是我们农特产品的包装制茶厂。那右边就是一个造茶厂，大家进去里面有茶的工厂。